一直到阮认真，落车的时阵，请你去避雨。明仔要到了，我爱下主题，要参加每节课表与挑战。今天早上呢，就是骑摩托车，然后前面载着我的行李，骑了30分钟到了彰化高铁站。今天要去高雄，要一连串的挑战，然后顺便找阿妹姐。那等一下第一站要去挑战的是大喜门。哎，他这个挑战很好哦，那个男生是在30分钟内挑战成功。然后女生的话是40，可是我还是想要就是拼尽你的全力。大家好，我是小慧，今天的开场特别不同，今天是在高雄啦，今天要来高雄挑战一个韩式大胃王挑战，而且这个套餐呢重达3公斤，而且是4人套餐，韩食的又代表什么呢？哎呀啦哦，就惊哎！因为其实我也有看过其他人挑战过，我也觉得是时候要来验收一下了。在紧张吗？A little 没啦，现在就是考验收验收的时候了。我的脸有变小吗？好，谢谢。那我们就进去挑战。今天挑战的这间大胃王挑战就叫做大喜门。那我们就进去挑战 ，Go Go！ 进行大胃王挑战之前呢，我们一样也要来切。挑战切结束，那我们就赶快来签一签。赞！哇，桌上就是要挑战的4人套餐，总共3公斤重。那他可以请老板帮我讲一下那个挑战的规则吗？哦，好，那我们这次大胃王挑战的规则呢，就是男生30分钟，那女生40分钟内把桌上的所有的食物都全部吃完。过程当中，就是你不能去厕所啊，不能中途离席啊，这样子。那你要用什么方式吃完，那都可以这样子。好，那是不是在吃之前那个石锅拌饭就可以先拌好了？对，没错，里面是紫米饭呢。对，我们有加一些紫米，那紫米它有花青素，对抗氧化是蛮好的。就给你冲。对，因为女生通常都是40分钟，我给我自己设下目标，30分钟内。好厉害。那目前最快的是24分，对不对？对，是男生。那女生最快的话是25分钟。哇哦，高手在民间。那我准备好了，那老板就可以听到哔哔声，我就开始了。好，那。开始，好，好，谢谢。哇，这个可以哦。优质，超好吃的，这个酱汁其实没有想象中的辣，然后好像是我进步了。海鲜真的很好吃耶，料很多，每次
这个身体用完全。嗯，然后准备三十。一点点，嗯，比较熬夜，嗯，看我的厉害，上次也是穿这件裙子吃海鲜煎饼，嗯。有会唱，大家赶快。因为，因为石锅会恒温。好。起司蛋卷呢？哦，你倒霉了。嗯，好的，没有啦。赶快盛到上面来。这里面是灰龙。
起司。我一个石锅慢慢分三个地方站着，你这画面好冲突。三个盘。很幸福。看你们20分钟可以吃完。好。已经好了。别哭，多长？我也不会。我怕你们明天不够长，吃不完。我感觉轻松，嘴巴轻松，哇哦，这样的话是耶，谢谢，遇到高手，没有啦，有刷新了我们最快的速度，可是真的很好吃，哦，谢谢，你看我规定规定还康康。所以这个辣度对你来讲是很 OK 的，很 OK 的哦。它不管沾煎饼或是拌饭，我都觉得很好吃。我觉得刚刚那个石锅拌饭，我比较少吃到石锅拌饭是那个紫米饭的，是，第一次吃到。哎，那个海鲜煎饼它是有厚度的，里面好像还有韭菜跟那个高丽菜。还有厉害，韭菜，对，很多人都以为是葱，哦，是韭菜。传统的那个韩式煎饼里面也是有韭菜的吗？对，我们是依照就是韩国人啊教我们的制作方法制作的。刚刚吃那个韩式煎饼，里面还有完整的虾子，对，虾仁。然后韩式年糕它也不会说到很硬，吃得很开心，满足。哦，谢谢。对，謝謝，吃得开心最重要。挑战成功了，然后花时间内挑战成功，就是餐点免费，还有一张双人的那个招待券，双人套餐的招待券。然后我们就请老板颁奖。谢谢老板，恭喜你。谢谢，恭喜挑战成功，开心获得了奖券一张，就很开心。这次的挑战可以刷新店里面的记录，然后还可以很开心的吃完，每样都好好吃哦。好，那就今天的影片到此结束。那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的话，就可以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、开启小铃铛，接收。我每次都，我上次还把尖角讲成尖角。好，接收影片的最新第一手消息。那就谢谢大家的收看，大家拜拜，爱心。啊，这是那个痕迹。命令的痕迹。啊，对。狰狞的痕迹。没有，来开玩笑。好，拜拜。拜拜。赞。